这是学校的简易示意图，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康乐馆，位于校门右左手边处。为了避免典礼现场人潮堵塞，家长厕所设置于庄敬楼一楼处，详细请观看影片说明。儿子，老爸在这。儿子，儿子，老爸，儿子，早餐的有机豆浆啊，该死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康乐馆的内部。这是康乐馆内部的简易示意图，绿色区域是贵宾席，一楼与二楼的蓝色区域是学生坐席，二楼红色区域是家长坐席。为避免现场秩序拥挤，二楼处设有学生与家长之分界线，请勿跨越。典礼时如遇如厕，请依照箭头指示，蓝色箭头为男厕，红色箭头为女厕。康乐馆内部设有五道出口，若遇突发状况，请自逃生出口处迅速离开，若需中途离席，也请择一离开。接下来请观看典礼须知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四脚兽。四脚兽。地球嘉年华啊，我都忘记了。野猪骑士来，野猪骑士。
好，你们可以进去了。哎，同学，请出示学生证哦。你问我？我不知道你是学生。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学生？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你是学生？我就是你的。Thank you.